烧烤最讲究的是火候，要保持受热均匀，才能外焦里嫩。调料的话不用太繁杂，有了盐和胡椒就好了，这样才能最大保留食材原本的味道。好香啊！马上就好了，将它体内的油脂烘出来后啊，味道才能达到最佳状态。是这种生物，它很厉害的哟，我想让它当我的宠物。哥哥帮我好不好？毛毛，我今天拼死也要护你周全。你们荣家的自大和鲁莽真是血脉相承啊。冰神塔的爪牙不配提我的父亲。宁王不离，熔念冰到此结束了。我不许你伤害哥哥。让开！住手！堂堂冰神塔十二祭司之首，竟然欺负两个小孩子，真是世风日下呀！我只是在例行公务，还请白人族族长希拉德请，不要干预，速速离开。速速离开？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念明哥哥，我们快躲开！希拉德，我敬你是前辈，冰神塔和白人族素无瓜葛。此事是冰神塔的家务事，你再不离开，晚辈可要得罪了。可恶！不好！好强大的冰脸！不要再白费力气了，逃不掉的。不试试怎知道？猫猫，站手！愚昧无知，魔法卷轴只有魔法师才能打开。打开卷轴！怎么可能？他能打开卷轴？哥哥，你等着，我先出去看看。以我细云之名召唤你，出来吧，我的宠物蛋蛋。蛋蛋，我们走。猫猫。
太小题大做了，哪有那么危险？小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是冰刃牢，收。好强大的束缚之力！拔不动呀！猫猫，你快走！挣脱不开的，我给过你机会，现在只能用这种方法带你走了。神将冰封，这是他们对我妈妈的招数。毛毛，快躲在我身后！哥哥，停！这些钱给你在路上买吃的，我还有好多事要做，不能带着你。哥哥好坏，毛毛一个女孩子没得吃没得穿，松女姐姐也不在身边，毛毛猫猫的，对不对？你家在哪里？我送你回去。我忘记了呀。嘻嘻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才回家？怎么也要等我玩够了才能回去呀？哎呀，你就带着我吧。燕冰哥哥最好了。下雪了，冰雪祭司。毛毛，别闹了，姐姐带你回家。丹丹，好强大的招式！姐姐，谢谢你照顾我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回家。丹丹，走。凤女姐姐，你是好人，我不想和你打。毛毛，你现在还小，没有强者的保护，在外面很容易上当受骗的。那我去找念冰哥哥。念冰他有很多事情要做，照顾不了你的。那刚好，我的宠物可厉害了，能帮念冰哥哥好多忙呢。毛毛，你到底怎么样才愿意回家？凤女姐姐，只要你抓住我，我就跟你回去。